我们本来有一个人要来的，就是因为签证问题又没来，没能来。你们今天要排整场是吗？对，就现在就开始了。Let's go, let's go。跳舞就是有活力，就和我们这种死气沉沉的节目组不一样，就开开心心的。下一个是啥？哎，不是，我们这话筒，你们还是得有有东西。你吉他也不能连，你话筒也没效果。哎，但是我的那个队形它老少了一个角子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是什么时候可以解决？你准备好了再喊开始啊。打开腾讯新闻 APP， 添加眼界夜卡，更多精彩内容独家花絮等你来看。